就是不知道之前前一段时间啊，前一段时间那个七七七有没有约炮？我操！那你妈，那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啊。谢谢梦醒了，嘣！来，过来加个速啊！约了，约了吗？都是泪啊！重申，约炮还有泪啊！漂亮，一次过第一。哎，为什么玩图玩的那么帅？为什么？重申。在前一段时间，那个不是玩那个玩这个游戏啊，然后惩罚嘛，惩罚七七七，然后打电话随便打一个电话，然后出来约个炮，居然成功了，我操了，真的是美煞旁人，羡煞我也。谢谢潇潇送的卤肉饭，你们敢不敢这个随便拨打个手机，拨打你以前同学或者你以前同事的这个电话号码，说出来约个炮啊，爽一下，寂寞了啊，开个宾馆是吧，说不定就同意你了，你情人节就有去处了。因为情人节一个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性，女性她的感性值是非常的高的，女性她这个非常喜欢杞人忧天，然后再加上女性她过节她特别孤单，特别孤单的时候啊，她特别想找一个人，这样的你成功率会更高。我推荐大家在情人节的前几天，或者情人节就是最近几天的这个找一两个妹子去约一下，去看看，约成功了你就赚了，约不成功你也不亏，对吧，你也不亏。谢谢小 T。有些时候这个你还是要行动的，你不行动是没有用的啊，你不可能等着人家过来找你，对不对，毕竟女孩子嘛，对不对。谢 TP。 有些时候你们就应该主动啊啊，就应该主动，不要老是看一些电视，看电视你们哎呀一些花痴妹，哎呀好帅哦，这个好帅那个好帅，追哦。为什么电视里面都是女追男？因为这很稀有，很稀少，一件很稀少的事情往往可以勾起人的目光以及人的这个感兴趣的度，所以说就抓住了你们这一点啊，所以都是女追男。但现实啊跟电视啊差别很大啊，兄弟啊，即使他喜欢你他也不敢说呀，对不对，他只要对你有好感，对你没有厌恶感的话，再加上他特别寂寞，他不是个处女，你约炮的成功率80%，这我不吹牛逼，80%啊。我希望呢你们看我直播的同，在我看直播看我直播的同时呢，也自己也有点收获，有所收获，对不对，要一点收获都没有的话就一点营养都没有啊，所以我也希望你们情人节呢也可以有个好的归宿，去约个炮啊什么的都可以。飞起，谢谢 Happy 送的六六小饭团，操，这个点有点难啊。这个点有点难，哎呦，哎，这个点好难过。漂亮，过了。漂亮，慢慢加速，慢慢来。职业小踏板，飞过。谢谢林夕送的六六荧光棒。这边是要飞到那对面的黑圈，然后转一圈。这是什么游戏？这个游戏叫 GTA 五。我操，重生！吹，处女中出。你们知道那个 AV 女优那些有很多片子啊，都是中出，中出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谢谢猫三年，猫三没母牛帅送的这个小饭团，知道中出的意思吗？啊，来吃个点，知道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知道。
中出。呀，老司机蛮多，哎呀，我去，老司机蛮多。看来我们很多老司机嘛，啊，来重申，过了这里就能过了。啊，谢谢。我在这没过吗？没射中，我要中出了，我要中出了。这样也可以啊，过了，漂亮，这他妈也可以哦，迟到。哎，这个红色的板箱看，哇，这红色颜色好红啊，好鲜艳啊，太鲜艳了，这颜色有点受不了，看得眼花。上，我操，搞错了，要到顶，到顶的话再往前骑。这什么鬼图吗？这个，搞得我想自杀。谁能给我一把刀？你这刀要不？你们啊，天天和我剁掉，你又不给我刀，我怎么剁掉？对不对？我又没有刀。不急啊，很难下来。烧个台，漂亮，石头过。过图还不就是一瞬间的事情。上个台不着急，过，哈哈，别急别急别急。哎，小军妹子又第一呀，小军妹子又完赛了，可以的呀，鸡妹。这边要慢一点，哎，我操，这边怎么过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这么过吗？这边要倒着过来，操，倒着上来。啊，我操，要倒着上来，我操！谢谢最爱楚河送来的饭团。谢谢风慈云送的520饭团。哦，手有点酸，盖子掉下去了，可以哦。别急，要过。稍微慢慢的，慢慢摩擦摩擦，慢慢摩擦摩擦。谢谢东哥送的六六，
荧光棒。就这样慢慢的摩擦，过，搞定。谢谢陆之昂送的100个饭团，别急，玩图并不是一两下就能过的，终点。谢谢白山送的188饭团，终点歪了，稍等，再来一次。认真，大招全开，车神出世。OK， 加速。漂亮。稳稳吃到甜，重申，完赛，画个圈。什么叫车神？这就叫车神。过，谢谢孤独人送的饭团，完美 perfect。